外面看到的是这次出版的崔静庸墓志铭，总共200多页哈，那这个相当的厚，两本厚度。等一下，多页。第一个部分是摹写的部分，就是用毛笔一字一字写。那两侧会有原来碑刻的这个拓本修复过的，也对照一下。摹写部分189页，这都是内容很多，全部754字，都在里面。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释文，这个是全部的释文，那有立定的前面的这个构型，那还有通用字，一般我们常用的通用字。那接下来是修复后的拓本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是修复后的拓本。那喜欢用原帖的感觉来学习的人也可以用这个版本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是反向，把的黑底变黑变白，白变黑的这个做法，反向也是全部。接下来是放大，放大这大概一个字大概3到3公分多了，就很大。那旁边有释文，全部700多字也是涵盖在里面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集字的部分，集字的是几页，一页有4句，就只是成语或是一些词汇，方便大家创作。这个是放大的部分，就是原来的碑刻放大的，大概是这一次的内容。好，欢迎大家来订购，200多页，好，以上，谢谢。